女生节跟女生送一些什么礼物？我送你礼花，送你礼花。为什么要叫五迷三道啊？因为我们不招徒弟，所以五迷三道。有点冷，要不要披一下？你有点冷呢，这。好，你看。你别说，这香奈儿是挺飘，香奈儿是挺飘。已经这么晚了，你还背个包干什么呢？学习，学习使我快乐。所以你是从自习室？一天不学习，我浑身难受。跟一个北大博士生在这说这种。那先别说话。我也是北大，我是北大历史系的。现在死人了，死人了！北大历史死人了。